个孟哲有拿到盒子5%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个后面有把它撕掉。后面还有东西。你今天成功了吗？对，先开始直接淘汰。受诅咒的5%，你就加5%了吗？你有吃5%没错，对，但是这一回合你没有打底拳。所以你终究还是5%哎。哇，恭喜啊！他在找主人。你真的是怎么样都要让我只吃5%，对不对？你淘汰了，就只有你找到盒子啊。所以他已经是淘汰了。我们为什么一早就要让人家那么不开心呢？